知道我家杨腾到哪儿去了吗？杨宇啊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怎么都办喜事了？他娶了太原首富王百万的闺女，倒插门，还说上门女婿去了。人家做什么？游击将军朱寿，请娘子上轿。好，那就走吧。哎，哎，我说我是将军，你不吃惊吗？如果你说自己是皇上，我就该吃惊了。好在你只是个游击。你笑什么？你当我不知道你是个游击吗？你如果不是游击，会有那么多人来削面馆吃面，还大把大把的扔金子抛银子。他们是你叫来的吧？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去我那儿吧。走。不，去一家妓院。为什么？我要是不在梁玉阁，我怎么会认识你？我又怎么会认识他？怎么会遭人绑架？又怎么会嫁给他？又怎么会你来找我？好，我就包下一家妓院，就你和我。随你。
宁拆十座庙，不拆一门亲。苏晋啊苏晋，你不断子绝孙，谁断子绝孙呢？这是万岁爷与北原小王子大战后做的沙边乐。你要是能把它调配好，我一定想办法让你进宫演奏。说不定，你和阁主还有再见面的日子。苏公公，尤姬，姐今天可以陪你姐姐，我给你唱一段唐人孙的数来宝吧。清早起，肚里唱的是空城计，锅里的蒸笼它刚上气，娘说吃不得是生地，我们说生的熟的没关系。半日里肚里又有恶鬼踢，爹爹心里不知是苦还是乐，口里叨唠着他妈地。青山在，绿水在，冤家不在。风常来，雨常来，心书不来。灾不害，病不害，相思常害。相思病是我害，春去愁去，花开门未开，一阻着门儿，手托着腮。我想着我的人儿啊，泪珠儿汪汪地满了东洋海，满了东洋海。